我走走走，我要五十分，对啦！哎，你们来就被打一九四干，偷了啦！你们今天就要给我一个交代，不然的话，我就去市长信箱投诉，我跟媒体爆料，不然我们就法院见。如果我妈来根本欺负人家教训，浪费我们时间就算来害到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呢。我不管你用什么方式，你都不应该让我成为你的共犯。周六晚间八点，华视频道《火神的眼泪》。